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河马服务员 Martin， 我现在是在尔湾花果山 Gloops 高端门禁社区来拍摄一套今天也做 Open House 的六房。这个房子售价390万，室内是4600多尺，六房5.5卫，双开门的入户门，一楼是木门地砖，楼梯厅是挑高的，往里走，这里有一个 powder room 半位，餐厅，超大的客厅 grey room， 客厅、餐厅区，这个餐厅区非常大，厨房，厨房 pantry， 白色橱柜。超大的岛台，沃夫的炉灶和 Sub-Zero 的冰箱，采光非常好的后院，这是西面，两厨房这一侧和客厅这一侧都有落地的玻璃门可以通往后院，客厅这一侧有一个 California Room， 还装了户外的电视和壁炉，有很多儿童玩的户外秋千，儿童的小房子。好，这是大客厅，还有超大的后院，整个布置软装和家具都是由设计师来完成的，看上去色彩非常协调。一楼这里有一个书房和一个套房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进门的右手边是书房，书房旁边是一个套房带套内卫生间，楼上还有5个房间和4个卫生间，有2个房间是 Jack and Jill 的设计，另外3个都是带套内卫生间的套房。上楼楼梯这一段是地毯，上来之后又是地板，先是一个 loft 旁边是一个套房，然后这里有2个房间是 Jack and Jill 的共用卫生间设计，这边的卫生间是有2个门，2个房间看看都是儿童房，这是洗衣房，适合孩子多的家庭。哇，这里有一个 bunk bed 高低床，这个卫生间可以通往另外一个次卧，这是 loft 一侧的3个房间， loft 这边是一个套房，这边是2个次卧共用卫生间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次卧公主的房间，也是带套内卫生间，然后是主卧，房间里都地毯，主卧有超大窗户，可以看到自己家后院。主卧的背景墙面也是做了墙纸的装饰。这是主卧的窗户可以看到的院子。主卧卫生间，浴缸淋浴房。然后这是衣帽间。好，这是河马服务员 Martin 在花果山，我们今天也有一套房子在 Open House， 然后来参观一下同行，也是尔湾的著名经纪人，也是我们朋友 Listing 的其他的房源，拍摄一下共同宣传，谢谢大家。